第一個技術暫停出嚟之後俾人拉開。石田瑞瑞打到個觸手，哇，救得靚喎！呢個波中道圖，奧川沙即刻扣球，可惜就俾人攔到凹凹地。有緊籃網嘅就係平井香菜子，身高有1.83米，所以籃網又係著數啲，佢就拍住啊，森窩利。